家族七个人，只有外公有所谓的 B 型肝炎，可是唯独这指甲刀他们有共用。你要讲的是指甲刀然后传染吗？是的。指甲刀传染 B 肝？是的。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剪指甲，有时候剪得太深，造成一些微创伤口，不只有 B 型肝炎。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